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记者林俊良摄影分享。国民党中常会下午听取国家政策基金会副执行长陈雄文专案报告，空气污染对国民健康的影响。以台中为例，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民进党在绿色能源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停用核电机组，并且以大量扩建火力发电机组来补充不足的电力，因而造成空气品质持续恶化，影响台湾中南部尤其严重。他呼吁中南不因为空气污染致健康受到危害的民众勇敢站出来表达心声，才能阻止民进党政府继续一意孤行的蛮干。吴敦义强调，国民党支持非核家园的理念，但更重视在达到非核家园的过程当中，不应以牺牲国人的健康为代价。吴敦义表示，阳光、空气、水是生命的必要元素，污染的空气会危害人体的健康，因此维护良好的空气品质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令人遗憾的是，民进党政府为了兑现非核家园的政见，在绿色能源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就贸然停用核电机组，并且大量扩建火力机组来补充不足的电力，因而造成空气品质持续恶化，影响台湾中南部尤其严重，更对国民健康造成显著的影响。吴敦义请智库继续提出更详尽的论述，并请党籍立委加强监督，同时也呼吁民进党政府必须三思。